大家好，可以看到我手里呢有一根橡皮筋，像这样呢把手指放在这里，三二一就可以让它瞬间穿越。我说一二三走，这个橡皮筋就可以瞬间穿越到手中。怎么做到的？马上教学。首先咱们准备一根普通的橡皮筋，像这样拉长夹住之后呢，把它折过来放在小拇指这里，这样是看不到的。把手放去三二一的时候呢，放到这个小拇指的缝里，就像这样松开的中指，橡皮筋就会自动穿越进去。喜欢魔术想学魔术的朋友们点赞加关注，每天学魔术，谢谢大家。抖音